哎，哥哥，来啦，出来啦！你本人比较年轻呢，没有，今天很多。你今天是忘记化妆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初次来到这里哈，哎，好，你报警。 姑姑表现得很自然的，我们刚才想说姑姑会很看到高丢原本兴奋压抑住，你看专业度要拿出来。对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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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你要小声一点，不能太大声。姑姑会听到，真的，这左邻右舍都知道啊。哦，嘿，我家听点哦，但也再个月，哎，临时那底下行啊，那唔知该去什么笑啊呢。胡三，那你刚刚也听了他那么多的故事，是，我觉得你可以帮蛇丸再跟姑姑感谢一下。我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哦，你从别人的嘴巴听到，哎，温存那就感谢啊，哎，感觉是无同的哦。对哦，嘿，特别感动哦。真的，对啊，那我们也送个礼给姑姑，
姑姑，来啦出来了！你本人比较年轻呢，年轻很多。你今天是忘记化妆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进来，这是姑姑的领域啊。姑姑的领域。来，初次来到这里哈，哎，给你报一下。 我报者，哎，这样很不好意思呢。不会，应该的。我们又没有东西可以回你。哦，嗯，啊，不然你学配弦。好，这个姑姑补一下了，好来，好嘞，哦，姑姑报者哦。好来，哎，姑姑表现得很自然的，我们刚才还想说姑姑会很看到高丢，原本兴奋，压抑住，你看专业度要拿出来。对呀，我是你的粉丝嘞。你也瓜从小听到大。对呀，停一下，有点闷啊，小闷啊。没事没事，就跟你讲，这边要装空调哦。好，对，你要出钱啊？我出钱啊，伊唔买啊，伊讲整好了，电钱伤贵，啊，你电钱嘛做会出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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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然了，你叫一个我的名好不好？龙师峰。好了，我们刚刚讲到一半，这个囡仔真正赞哦，主头俄罗加不会进来，我们真的是是没能力啊。这个我们俄罗伊讲都是姑姑跟阿公教我的。刚跟我真情流露啊，就跟我讲了一些他小时候成长的故事，嘿，然后他说最感谢的就是你。哦，没啦，每个姑姑嘛都很疼外甥的。其他的他是说还好啦。他都很感谢啊，其他六个姑姑都很感谢，但是他说他最感谢的就是你。嗯，跟姑姑啊呢，可以跟他蹭饭吃这样子，然后养育他啦，哎。我刚刚在车上还问哲完说，哎，一般阿公隔代教养的小孩可能会变坏啊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啊，什么都有。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哎，有啦，阿公的溺爱还是有，但是我跟别人不同是哪里？我知道这是阿公疼我才这么做，我是要珍惜这个爱。姑姑她很拼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她刚刚有跟我们聊，她不想要让你跟阿公失望。哦，是哦，就甘心的哈，甘心甘心，啊，就是这甘心，你这疼爱就心。真的，今麦人人来带你俄罗讲哦，恁孙啊安怎安怎哦，听你就爽了，对吧？没错。而且姑姑，我们看完蛇丸的影片，常常让我去检视我跟家人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看到他跟阿公还有跟你的那个互动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家人都这样，差不多都这样，而且我们都住很近，联系感情较方便啦，很团结。对对对，很团结。我妈还没过世的时候说，我们那么多个女儿哦，不可以嫁出屏东县。啊，真的哦，有这样限制哦，结果连潮州都没踏出去。哎，大家都有听话呢，全部都聚集在这个里面。我小时候都不能认错坏事呢。好，那姑丈，所以我们来到屏东拍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巡逻车，要去关心很多的店家，他也愿意跟我们这样去走呢。他愿意跟我们走呢，真的。没关系，他都运动了。都运动。是运动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人呐，是运动的部分。然后我们有送姑姑一个东西哦，都你送我，我叫你们先备选，你都不选。
啊，不然蜡烛拿一人拿两个，那是凤梨灯呢，那是旺呢。哦，凤梨灯啊，哎，可以哦。对对对，我去年生日你们拿那个红色的是有道理的，你看旺到现在，哎，但是它有点烧过头了。那谁揭开好了？我揭开，你揭开。1、2、3。舍我其谁啊？他的口头禅是什么？我谁？舍我其谁的意思是什么？哦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可以做得到。哎，这是易鸿翔的嘛？对不对？谢鸿翔。唐初金匠，真的是金匠。对啊，最近我在操作有做一个看板，也是写舍我其谁。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在火车站前面，大家去看啊。那怎么样？我们默契，对，默契。你如果说是你上片，那没话说，对，是还没有上片，还没上片哦。那我们等等去看一下，大家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谢谢啦，谢谢你们不嫌弃啦，希望姑姑喜欢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认真啦，哈。那我们这个先放着，好，来来来，再来，谢谢。然后哦，还有吗？还有东西吗？有，来你自己接。哦，这是饭桶吗？这是米桶，没有米缸，饭桶在这。来，古代的米缸代表什么？就丰收啊，满啊，哦，满啊，对，福气满满，满满是。那因为姑丈跟蛇丸之前也不熟，我们也不希望你们以后只是饭之交哦，要交得很满。OK， 说的是哦，下次再约我，好，陪你走山跑北哦。那几个，我们里面还有摆糙米。哦，还要摆糙米缸代表的财库，糙米代表的钞票嘛，糙米。所以我们真的也想说，这一次来，大家彼此间这样，哎，有更好的情感。哎，很少人会特地下来呢，大部分有些人要合作，就说，哎，那可不可以上来？这样没有，第二次应该就是你上来了。我们上去，我们都是支持啊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们整个团队上去台北帮你。哇，你团队不是两个人？对，两个人。我们整团队有没有放过任何一个？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发，跟姑姑买个鞭炮，这可以放吗？外面啊，放一条，我帮你们放。哇！好，放个鞭炮，我们就启程。启程，拿个500尺的。对，拿个500尺。五百尺。好霸气嘞，宝宝。可是要用一个那个烟火的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们跟姑姑高官哦。不用不用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。不是，你们来到这里还送那么多东西。要。我们要回一下。你那个，等等，鼓掌鼓掌。给他出，因为我们送真的蛮多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我们准备一下放鞭炮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哦，我塞，哦，哦，哎呦，开心的放炮，姑姑，哦，哦，我们屏东巡逻车出发了。